香肠、小蛋糕，天天有秘密。就这么多糖呀！赶紧吃了。发烧量这么高呀，这么下去可不行呀。赶紧吃点胰岛素，降降发烧量呀。哟，这么些胰岛素呀，操！我也多采点雄激素呀。比下去，说不干活了。突然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啊，这块油脂快没了，但现在多挣点。怎么又切豆了？